金广大来宾。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哦，今麦嘛看会到啊，我是黄飞，你们好。金广吗？我觉得就生活上的好朋友啊，你想啊，以前不要开车的时候坐在车上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，可以听到很多这个时候哪里在开车，还是有什么生活层面的事情很好的啊。啊，像我现在自己也要开车，我也是就是听金广，就是可以知道很多哪些地方可以比较不方便过去，我可以绕道而走，很方便，很开心，谢谢你们。我这次发的新专辑，专辑名称叫《色尾》，问了我的老师说，老师什么叫色尾啊？我其实也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跟你老高公，你有听过宝可梦吗？我说有啊，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我儿子好像在学走路啊，然后我们就会去公园嘛，啊，我很奇怪怎么那么多那边一群人那边一群人啊，啊就是有很小孩的啊，也有很老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抓宝啊，啊，那就是宝可梦。爱公他会把这个专辑叫色尾，就是希望听我歌的层面啊，可以有很小的，也可以有那个很老的，从老中青都会很喜欢听我的声音这样。我都唱别人的歌比较多哎，对啊，因为我若去唱 KTV 的时阵，通常拢是阮家的人啊，是朋友唱我的歌啊，我就会偶尔会跟他们唱个一两句啊，我都唱其他的人的歌比较多，就是有时候会人家点什么歌，我就会跟人家唱个两句啊，像我也会三天三夜啊，然后还有很多台语老歌啊，比如说像那个行到溪边水流。天啊，这些台语老歌我都还是蛮喜欢。清唱好多歌哎，要听什么？现在吗？现在啊，不然唱喜气一点的好了。红贴吧，红贴怎么唱啊？嗯，这张红贴吧有你我的名，金金看那像梦。你回来祝福的歌声，一首一曲，咱同齐听。是，好，先安尼就好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飞。景广就是你的路况导航，让你顺路直直行。在国道三号南下，在362.4公里，在关庙服务处那附近哦，安尼路边哦有一只细只乌狗在遐走来走去，请大家较细腻的哦。哈哈哈，嘛是笑我假鸡假鸡。